净土宗的规矩，阿教应该实在是爱天台宗的规矩，有净土宗的规矩，啊，天台宗的规矩，有禅宗的规矩，拢无共款，所以迄、那个办有诶无共款，做无共。啊，唯一即全佛教团体拢总共款，干规矩有诶宗派诶规诶宗诶规矩，有诶是各寺院各寺院诶规矩。啊，佛教的规矩，这拢就安尼叠起落来。规矩、威仪、威仪要有庄严嘛。你若无庄严的威仪嘛是无效。庄严伫叨咧庄严，毋是伫外口咧庄严。爱伫内底咧庄严，迄阵仔，阮伫布加斯，啊，大家拢要来去买日本的，驻问日本的大布皮衣，大布日本的大布皮衣，你捌看无？唔捌看？日本的大布皮衣足庄严呢，迄出来到底安尼穿咧哦，吼，那像皇宫呢，出来的呢。啊，今嘛就穿咧出来，派头真粗。哎、欸，什么你唔捌看的啦？你做梦干啊啦？你唔捌看的？啊？都对，日本人来，伊无穿个大布皮。啊？啊，我是咧讲日本的大布皮，你捌看无？什么你假讲唔捌？啊，日本的大布皮衣，各宗派无共款。啊，来咱家迄是日莲宗的啦，在中国叫做法华宗、天台宗。咱中国的无论做一宗，拢总共款，大布拢总共款，皮衣也拢总共款。啊！恁去受戒四三一，有四一啊？我要恁无？啊？无啦，我就是讲四五条，好恁无啦？敢有？啊？那我讲五一，就在。五七五一无七一九一，哎、欸，啊五一七一九一这三条来念嘛，国去你那有，都钓不你阿公有，我想遐奇怪。啊，啊，五一我想伊敢有五领好人，无哈。啊有，我就来去计较啊咧！我是安怎？我去阵啊去收，恁才收我三条，啊！我无来计较那样咧。啊，五一是咧做工课用，七一是咧听经用，九一是咧做发挥用，阿咩啊？哎、欸，咱遮若做法会时，都拢去过来问讲，哎、欸，即马是爱穿七衣啊，九九衣，拢唔对呀。迄阵啊，解释敢无甲恁讲遐清楚？嗯。啊，即马十三条衣，十七条衣，二三条衣，二五条衣，迄什么人数诶？家己去买来穿哦，哈、啊，会使？
你若去买来穿，变做偷盗哦，啊，袂使了。因为我拄仔讲咧，剃度师、戒师、法师，伊个剃度师，咱即马都往生去啊，无法度通剃度师胡乱啊，都爱来去找戒师。或者是有一款拜为戒、拜为法师的，要来传伊的法的，迄你知吼？戒师也往生去啊，啊，咱的剃度师嘛往生去啊，啊，就是爱来去找，找咱的法师啊。啊！伊树立啊！你有得要去你经坛讲经，你才会使批的，吼、哦！啊！都你若有十年以上，你都会使的呀。啊！出去要做主咯，要创什么会咯，还都会使批的，那无拢袂使的，哦。所以改。该伊穿这件皮衣，伫咧分别你的戒分。定，心爱较坚定咧。啊，一个去，伫咧讲经说法。啊，六祖问伊讲：你咧讲经是有心咧讲，还是无心咧讲？啊，迄、那个法师有啊，我当然有心咧讲啊。哦，你甲有心伫咧讲，你是凡夫；有心咧讲经叫做凡夫，真认真咧讲经，啊，就爱如看用了种种的方法，啊，愈济人来听，啊，愈欢喜。阿实讲莫讲，我嘛是安尼啦，哦，我即摆若看到少人，啊，我要讲到安尼话，未先识拍，啊，啊，若看到较济人，应该蛮真好哦，啊，啊，像应该蛮满员啊啦，咱台中啦，台中来讲安尼算满员啊啦，啊，当然咱啊桃园就较阔啊，啊桃园嘛较济人。哎，对了，你来那庄严啦，心那是有庄严，啊，自然天龙八部都来拥护你，哦，拥护你安怎？用好的啊，这人将来要来赶哦，赶来哦。我去帮阿去华人讲经，阿、啊、去华人咧讲经的时，我一个朋友爱去讲，我讲，啊你来来，啊我都知影你在要来这讲经，我想讲要来扶持你一个。啊！啊，但你是几点刚去？我七点半嘞。哦，七点半刚去，啊，今麦人也无啥有，我来催。啊，我要催胡念咒啦。啊，去啊，啊，搁一搭久啊，就入来，要催什么咒，我是唔知啦。有啊啦，搁正半点钟啊，迄护法有拢有甲我讲，讲搁超半点钟人就来啊。迄个拢捌你啦，唔好讲名啦，哈、啊！吹拂念珠，我甲吹落，哎，护法都来甲我讲啊，讲，过半点钟人就来，若过再半点钟人就来，这嘛免你去吹，
是伊吹来啊，毋是？你知无？是伊吹来是无？啊，无安怎来？啊？啊？哎呀，自然家己到迄时间伊就来。所以，唔好自夸就是安尼，啊，该，啊，搁再来就是定心啊，较坚定咧。所以，着做咧问伊讲，你有心咧修啊无？我有啊，啊，啊，你甲有嘛有心咧讲啊无？讲啊，你甲有心咧讲，就是凡夫心。啊，要讲什么真理？啊，说点点嘛。哎，有心嘛无？啊，师父啊，那安尼讲，我无心着，我用无心咧讲，讲啊，无心你会讲经哦？啊，那石头树啊，嘛会讲经说法。拢不会通好用，所以慧戒定慧三项叫做三无漏学，在第六道内底是上尾啊道。外教虽然伊有咧锻炼坐禅。啊，坐到禅境真高嘛，无路用，无漏法得袂到，干那会当加较济岁啦。恁若是会当去锻炼无色界禅，啊，去到无色界天，啊，寿命偌久呢？上面顶层，上面顶层叫做。飞向飞飞向诸天，寿命八万劫，空，这四个叫做中劫，啊，一劫的时间偌久？134,400亿。亿三亿，哈、哦，亿万年，三亿，安尼为一大劫，啊，那是搁再落来，飞上飞上诸天，搁落来啥？空无偏诸天，实无偏诸天，无所有诸天。无所有处天会费受40,000劫，啊，搁再落来，十无偏处天会受20,000劫，啊，搁落来，空无偏处天，咱人的会受10,000劫。真好安尼，恁有想要去无？啊，有无？有人想要去无？啊，迄遐尼久，退休一日食落遐尼久啊，有想要去无？啊，无哦，啊无你要带？啊，要西方。西方无限量的万劫，无限量，所以叫做无量寿。啊，要无量寿，你唔过你有超出时间量，才会当好得到无量寿。超出空间量，才会得到无量光明。啊，无量光甲无量寿合类，则叫做阿弥陀佛。
所以阿弥陀的意思是安尼。